天下太平，天下太平啊！哎，天下太平。过来，看过来，我一定去。好了，进来，进来来。天下太平，天下太平。阿伯讲讲沿路，讲路好，嘛要去，差要去。哦，天下太平，这是代表的。八卦岛，后来改了，然后经过几年的建设，现在改名叫这个太平城啊，就看得到这样一个面积啊。那中间那边有砖雕啊，有砖雕，啊是三星三圣图啊。后面那个位置呢，有一个这个鼓楼，上面呢有可以敲鼓的，然后下面呢还有一个太平井啊。从左边这边看过去到那个后面，然后呢这样子绕一个圈，这样子可以回来的啊。3:20上船，安老大讲。哦，家住两个多，家睡觉嘛，我好。好凉哦。啊，睡一个午觉。七七，三枪，哎，你那个兄弟。
你要悄悄等他哦，哦，注射摆好排摆好啦。喂，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，福禄寿全喜。来来来，想解脱什么？哎，赞了哈。回平，三晋回太平。别吧，步步高升，升官发财，皇帝召见。今天收一收，到酒店的时候就我跟舅交代把钱拿。好，各位贵宾，早安。早。有睡饱吗？有。